好，我们来看课本。我们先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看课本88页啊，前面说到摩诃那伽啊，摩诃那伽是大不罪啊，那么大不罪就是无不罪，就是无罪啊，无罪就是大啊，是形容他的殊胜。在无罪中最殊胜的，所以叫做大不罪、大无罪。好，那能够自利利他啊，叫大龙大象。好，现在讲所作一半。那什么叫做所作？什么叫做一半啊？他说：信尽舍定等诸善法得故，名为所作；智慧精进解脱等诸善法得故，名一半。好，二法具足满啊，叫做所作一半啊。好，那这是第一个解释。好，第二个解释啊，烦恼有两种啊，一种啊爱烦恼，一种见烦恼啊，属于爱的，属于见的。那么属爱烦恼断故名所作，属见烦恼断故名一半。好，那这个就是从啊所作一半去。啊，其实他应该做的都做了啊，就所做一半。第三个啊，设法无设法善见等啊，他说设法善见故名所作，无设法善见故名一半啊。那这个其实是把啊阿罗汉啊的一些殊胜，那么多啊分开来看啊，就是其实设法无设法啊善见。那把它分设法善见，善见设法啊，善见无设法啊，所以就是能够通达了了知啊。那么设无设法，另外啊，把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因为阿罗汉，那么不在一切法上起烦恼啊，不在一切法上执着啊，所以他能够断一切法啊。那这里就把这一切法里面分啊，设无设。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啊。那这个是这个是设法里面又分啊，因为他说设法无设法，那么设法里面其实又分可见不可见啊。那么可见不可见啊，这个又分有对无对啊。那其实有对无对法里面也分，就是分可见不可见啊。那这个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上之前也说过啊，这个一般像这种啊桌子啦、啊、红色青色，这个是色法是可见的啊，像身香味触这种是不可见的啊。那这个色身香味触都是有对的啊，那像心法啊，它就是无对的啊，而且是不可见的啊。那或者这个是非色法，那心法是非色法，那色法里面无表色啊，又是不可见无对的啊。那对对就是它占空间有障碍啊，一般叫做有见有对啊啊，那个对。好，那这个是从这个来分的啊。那一般没有讲到这样来啊，一般就是啊所做一半啊，就是应该做的，其实就是智慧。应该做的其实简单讲就是应该断的烦恼都断了啊，那主要是这样。好，应该成就的功德都成就了啊，那这些都包含在这里面。好，现在就从智慧的层次来看啊，闻思修啊，三法成就啊，不善无计法断故名所作啊，那善就不会善法思维故名一半。闻思慧成就故名所作，修慧成就名一半。这个是从智慧的层次来看。
那他这个都是啊，这个二法三法啊，那么这样四法五法都一样啊。后面就讲啊，所谓的啊，软顶忍是第一啊，这个有四法，叫做四善根啊。那二法三法四法这样说起来啊，然后见地道思维道啊，这我们先来看啊，然后这个。四善根是暖顶冷是第一啊，得故就是得四善根啊，那个叫做所作苦法忍啊，这个之前说过啊，这个从这十六心啊，八忍八智，从苦法忍啊，那苦类智啊，法忍啊，然后苦法智，苦法忍苦法智啊，苦类忍苦类智。那么下界的是法忍啊，上界的是类忍，然后忍是断烦恼，自证无生啊，这个都是俱舍论部派里面的说法啊。那其他的部派不一定是这样认为的，也不一定立四善根啊。但是这个是俱舍论啊，有部里面的啊，就从苦法忍啊等等，就是从苦法忍到道类智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八忍八智，那到最后道类智是正四果啊，然后前面啊那十五心啊那是正啊是见道，那么他说这些无漏善根得故啊，其实简单讲就是得无漏善根了啊，这里啊这是第五个啊，那第六个就是见地道思维道。啊，所以这个是见道跟修道，啊，那见道就是啊，透过前面的无漏智，啊，那么能够见四谛啊，见苦集灭道啊，啊，就是四谛啊，八忍八智十六心这样啊，然后思维道啊，就是修道啊，那么见道所断是修道所断啊，那么都已经成就，还有所谓的。成学道故名所作，无学道故名一半，啊，就有学无学啊。等一下合起来看那个图就知道了，啊，若见故名所作啊，得共解脱故名一半，啊，那么就是若见就是若就是烦恼，把烦恼断尽了啊，五上分解、五下分解都断尽了，那么这个叫做所作啊，那么得具解脱，共解脱就是具解脱啊，三明六通叫做一半。那一切结死除故，啊，那名所作得非实解脱，啊，就不实解脱，啊，我们刚前面讲实解脱不实解脱，啊，那么不实解脱是这个是部派，特别是有部里面的，啊，那这个阿罗汉不会退了，啊，那这个是一半，那自利益啊，就近故名所作，利益他人故名一半，啊，这个。从这里来讲啊，所作一半啊，那么自在说啊，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讲，让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这个啊，俱舍论啊，刚才讲了这一大堆啊，基本上都跟俱舍论的修行位置也是有部的，这个是一有部四亲一有部，那么的一个修道位置，讲的一个修行位置，那他总共。啊，分所谓的贤圣的修行位置，从贤那贤里面，从外凡到内凡，啊，其实这个就是还凡无位，这里还是凡无位，啊，那么以无漏智、有漏智到最终点，就到这里是无漏智，引发无漏智，啊，这无漏智火，啊，这无漏智火，这无漏智现起来，啊，前面说的这无漏智，啊，以无漏智见四谛，啊。啊，那这个你就配合八忍八智、苦法智、苦类智啊。然后一开始，当然这是他们说的了啊，这是有部里面把它编列的。那么不同的部派不一定是这样的看法啊。那四善根是有部里面特别说的，立的一个位置啊，软顶忍是第一。那五停心啊，五停心就是修五种对治啊。那这个贪心的贪爱的众生不净观。啊，然后这个嗔心的众生慈悲观，痴这个愚痴的众生
因缘观啊，就观缘起啊。另外我慢的众生戒分别观啊，这个之前也有啊，这我们大智论之前也有讲过。然后这个散乱的众生属习观啊，基本上这个就修五停心。那思念处啊，深受心法啊，那写一下好了啊。这个基本上之前我们大智论有说过啊，第一个它基本上就是对治贪嗔痴啊，然后我慢，然后散乱啊，散乱的众生啊，调聚散乱啊，然后贪的众生贪爱的众生啊，贪爱修不净观啊，不净观嗔恨的众生啊，那么修慈心观、慈悲观啊，其实就是慈悲观。然后愚痴的众生啊，愚痴我慢啊，愚痴的众生修缘起观啊，或者叫因缘观啊。然后贪嗔痴我慢的众生，我慢重的众生，就看你烦恼哪里比较重了 啊。那这个都是凡夫都是有的，凡夫没有少一个，但是比较重的啊，有对治性的东西，那这个现在在凡夫里面，这个都是有的，全部都是有的啊。那我慢重啊，就修戒分别，后来这个被取代啊，变成念佛观啊，戒分别，戒分别就是观这个地旋火风啊。那么这个戒分别观，这个南传的比较有在修啊，北传的一般都是念佛啊。那么散乱的众生啊，属习观。那一般阿含经里面比较没有属习啊，属习应该从部派开始的。阿含经里面都是随习啊，习长之习长，习短之习短啊，习粗习入长短啊。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这是修五停心啊。那五停心完的修四念处，四念处就是身受心法，身受心法配合啊，身受心法配合无常苦空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也就别相，别相四念处就是四念处，别相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总相就是观身不净无常苦空无我，观受不净苦常苦空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啊。其实简单讲就是身受心法，这个都是心嘛，这个是身，这个是心所，这个是心，这个是一切五蕴啊，基本上就观五蕴啊。观五蕴，这个就回到阿含经里面的观五蕴无常苦空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那如果对治的就是观这个色，如病如痈如痴如沙啊，那都一样，或是观身受心法，如病如痈如痴如沙啊。那这个是阿含经里面教的啊。总相就是都是观它的总相啊。那别相啊，比如说地水火风，别相坚软湿动，总相呢无常无我啊，一样的道理。可是这个身体啊，身体在这个身受心法别相别别的观啊，别别的观啊，就身不净，受是苦，心无常，法无我啊。那这个是别相念住，那总上念住其实重点都在观无我了。好，无常无我。好，那从这个修完了之后，这个修完了之后进入内凡，它还是凡夫，但是已经是内凡了。内凡就靠近什么？靠近圣者了啊。所以这个叫做三显，三显啊。那啊，这个是善根，这里也叫三显的啊。这三显是善根，这个叫四善根啊。那这里有时候它基本上这个啊，这个叫三贤四善根，那其实都是贤位了啊，就有三个嘛啊，一个两个三个啊，就有时候叫三贤四善根，那这个都在贤位里面啊。那这个暖顶冷是第一啊，无肉质，无肉质火，无肉质的火啊，将生了，有那个暖相啊。那么顶啊，智慧增长到达顶点啊。那么冷
明四谛，重点在明四谛的道理，苦集灭道的道理。因为这里要观四谛，这里就要观四谛啊。那么坚定不移啊，非常的坚定。到四第一，四是世间世俗，世俗第一的啊，世俗第一等的啊，那就是有漏智，有漏智到达最高的地方啊，要成为无漏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文思修正，文思修有漏要进到无漏了啊。那么世间有情中，所以叫做世。世间中，世间的友情中最殊胜的人，最为殊胜的人，那么叫四谛。从这里啊，就引发无漏智，以无漏智开始见四谛，然后这里开始就是我们说的八忍八智啊，然后四谛十六形象。好，那么开始有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啊。那出果相就是见道啊，第十五心见道啊，然后证出果。二果相证二果，三果相证三果，四果相证四果。到这里以前都叫做修道啊，这个里面有见地道、思维道啊，其实就是见道修道。然后这个都是有学，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无学，所作一半。到这里叫做所作一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那这里再解释所作一半。好，那有时候讲多一点，就是我身已尽，犯恨已立，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好，好，那这整个啊，所作一半啊，大概就是这样。好，后面讲气淡能淡啊，这个淡就是负担。啊，就是负担，啊，像《阿含经》里面讲啊，如病如痈如刺如沙啊，那个沙也是负担啊，恼害啊，那如病如痈如刺，那个都是负担啊。那说五重粗重常恼故，名为淡啊。有时候把五蕴、五受蕴也叫做魔跟怨啊，五阴魔啊，比如说啊，因为我们这个身心呢，啊，一切的苦来自于这个身心。啊，然后讲到这个淡，这里是讲到这个淡。对五蕴的形容啊，那比如说《杂案经》啊，五拔刀院啊，这个擦掉好了啊，这到这里我们把它擦掉了啊。这个果报身啊，有时候要让你不要执着它，因为我们的生死根本就是执着这个五蕴身来的。那么它对于这个五蕴啊，其实《阿含经》里面有很多的形容词，那么都倾向于比较啊，比较不是啊那么好的。比如说五拔刀院啊，这形容这个五蕴，怨它是个怨，冤家啊，这个冤家就是要伤害你。或叫做五阴魔，啊，魔障道啊，魔是魔是怨，啊，那有时候叫贼啊，那五贼啊，或是这种种啊，那这里是所谓的淡啊，那重淡啊，那魔是魔是怨是贼是淡。重担啊，重担啊，就是你背负着啊，那么很辛苦啊。那基本上是比较形容这个身心，都是形容这个身心的 啊。那贼比较用在啊六畜、六情、六情劫、六路贼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其实都是形容这个身心。那这里讲的重担啊，就五受蕴杂阿含七十三劫，这个是杂阿含。那如果其他的大乘经讲的就更多了，然后是其他的经啊，就是烦恼就是重担啊，业就是重担啊，都有啊，他讲的十几个啊都是所谓的重担啊。那你有这样的烦恼，这个烦恼就是你的负担啊。那么这个五受蕴是重担，取担啊，直取啊，这个是三种爱，这个是三种爱
是有部的，有部的爱基本上是这样，啊，有部的爱就是生死的根源啊。他这里讲，当然有爱，谈喜剧，比比乐种。那有部的，有部的立四种爱，啊，那么爱当有爱啊，那么贪喜贪俱取贪俱行，比比喜乐，啊，他通常立四种爱。那这里难转的是指欲爱有爱无有爱，啊，那欲爱有爱无有爱比较是属于三界的，啊，那么这个欲贪色贪无色贪，那有部的立四种爱，通常分这样啊，我们写上面一点哦，啊，这个是有部啊，有部立主要啊，一个就是自我爱。一个是境界爱，啊，那自我爱通常啊立两种，自体爱，这个是境界爱，嘛，这个是自体爱跟后有爱。自体爱是对现实无蕴身心的啊，对现实无蕴身心，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现实现在这个无蕴身心自体，所以叫自体嘛，对现实身心的染着啊，执着了啊，那么对未来生命，这个是后有还没，但是你希望生命永恒相续啊。对后有生命，对未来生永恒生命永恒相续的渴求，对未来啊，不是现实的，那你知道你会死吗？但是你希望你一直这样的存在，对未来有生命，对未来生命，这个现实身心就是现在的生命啊，命根啊，未来生命永恒相续。的渴求，啊，那么你染着对现在五蕴身现实五蕴身心，啊，那么现实五蕴身心就是身心的五蕴身心的染着，那这个其实有时候在《阿含经》里面啊，叫啊，我们言语生命能够继续的，啊，那这个比较接近于啊，就是我们说的意识识。啊，就是希望这个身心，啊，你希望这个命一直延长下去，就是对于生命的希望，你永远保持那个希望，啊，就是你希望你一直活着，啊，那这个比较意识识比较在自我的身心上起作用，啊，然后事实啊，就是我们不是有讲事实，是生命之所以继续有事实嘛，啊，那我们众生来讲有断食。啊，一段一段要咬要吃嘛，要饮食嘛，有触食，要磨触啦、按摩啦、休息啦，这个，然后意识识啊，意愿、思愿、意欲、思愿，啊，意识识、意欲、思愿，啊，那么对于现在的身心，啊，然后对未来的身心，你都希望这个生命啊变好。或是很好，或是存在，啊，那有这样的心呢，啊，那是当然就是执取生命永恒的相续，啊，然后对执着这个生命的本身呢，好，那这个自我爱，那么境界爱，那么境界爱当然是从自我爱来的，因为自我爱，所以有境界爱，啊，这个一般会叫做我所，那自我爱里面有时候也分我所。如果你色为我，受想行识就是我所；如果你视为我，色受想行就是我所啊，它大概这样的。那境界爱也有两个，一样两个啊，对现有的现有可欲的境界就是无欲，现有的无欲啊，现有的无欲染着于现有的无欲啊，那这个给它一个名词叫做喜贪俱行，那这里叫做
贪喜惧啊，那他的名字叫做喜贪惧险。那么对未有的、享有的还没有，但是你想拥有的、享有的无欲，就是你想拥有，但是还没有啊，未有的、未有但是享有的无欲啊，这你想有钱啊，那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啊，这些未有的无欲啊，但是你享有，他怎么样渴求啊？那么这个把它叫做比比喜乐。这个是有部的了，好，那就这四种爱，那如果把这个当成是一种，这里有两种，它这里就这样，那么当然有爱，那么贪喜惧、比比喜乐，那这三种，那这个仔细讲就有四种，有四爱，那这个就是取当，取，就是直取，它基本上就是懒着。懒着不舍就叫做取，懒着不舍就叫做取，这有时候叫兼住，欢喜赞叹懒着，那懒着不舍就叫做兼住那其实就是取，所以爱后面爱不断就有取，爱不断就有取，取后面就有什么，就有有，就爱取有嘛就爱取有，爱取有那爱是从哪里来的？从触来，触受爱取有，触后面有受想思，那这个就是可意不可意的境界，可意不可意的境界，然后懒着，然后懒着，懒着不舍取，取之后就会有，这个有就是未来的，未来的身心，未来生命的存在潜在。就形成未来生命的潜在那有就会生这个就牵涉到后面会讲这个佛问舍利弗这个有学跟无学的差别在哪里那舍利弗一开始他讲有生那一开始不知道佛在还没有清楚佛要问的是什么，所以没有回答，所以佛三问三不答这在后面那么生就有老死，忧悲苦恼那就在这里。那这个处前面是什么？六路六路。那六路从哪里来从五蕴，五蕴的身心所以是名色，名色是就五蕴的身心，然后在六路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所以产生处。根尘是何而生处？处具生受想思，然后就在这里开始直取，然后就是这里跟无明相应，跟这个无明相应，跟具生无明相应，这里跟具生无明相应就一开始我们无明行事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是五蕴，这个是五蕴生重担那你是一业，这个是业，这个业是跟爱相应，爱思相应的，思爱相应的。是爱相应的造作的业，身口意业那么的身口业，那业成熟形成这个五蕴身是来脱胎，那带着无明，所以它跟具身无明跟具身无明相应，产生什么？产生分，所以由具身我执产生分别我执在这里起分别了，在六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起分别，然后产生分别我执，那由分别我执，从具身我执产生分别我执，从分别我执那么就在六根上产生分别嘛，是，所以根尘是嘛，这个是这个五蕴里面根尘，六根对六尘所以我们稍微了解这个六根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那么这个是在心，就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有取是有取就是有欲取，有欲取，有这个我与取然后有借鉴取，有见取的这个是，那么在这个根尘上起了别了所以变成根尘是和合了别，这个了别如果你跟无明相应的，你还有我见的那么你就会升起分别我执就起了别了
啊，所以你的分别我执从哪里来的啊？就是从这些来的。那你一旦断了身见，你就不再起分别我执了。你看还是这样看，听还是这样听，但你不会起分别我执，因为不起分别我执，那个爱就不会加重。那么，因为你起分别我执，在这里，所以他当你跟尘世、跟尘世和合身处的时候，那处就是处对境界，那境界基本上有分可遇不可遇啊，就可爱不可爱的。那么，当你跟它就是两条，当你跟无明相应。啊，跟明相应，就是你智慧来观察的话，观察无我的时候，啊，那么你就不会起爱、贪爱。那如果没有，你就会起贪爱。那像正出果的，他已经断了分别我执，他在这里就不会特别起贪爱，啊，但是他的爱还没有断，到三果才断，但是他已经不会起贪爱了。他知道要从这里，他知道这个不能，这个，因为他断身见了嘛。所以他不会再起对这个身心起染着，也不会对身心所有的所对的境界起无明相应啊，就不会啊，因为他这个已经断。假设他出果，他已经断了。我们说无明有两种嘛，啊，一种就是分别我执，一种是俱生我执，而且他已经了解因果四谛的道理了啊，所以他就在这里。其实他在讲我们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现在的身心是怎么来？未来的身心又是怎么来？啊，讲这个嘛，啊，那这个是业报身，那怎么造业的？啊，就从这里啊，啊，所以从分别我执里面，这要起，所以叫做无明处啊，所以处叫做无明相应处，跟明相应处。那凡夫他一定是无明相应处，那么圣者就明相应处，啊，但是你在凡夫之前，你就要这样观无我、观无常，虽然也是无明相应，但没有那么相应。啊，所以你渐渐就是我执就保，啊，那当你这个处之后，受想思处受爱取有嘛，那基本上后面是受想思嘛。那么你处受的时候，你就会以这个为代表，那么你就会起爱，又开始会起爱，就我见我爱嘛。所以我见，那这个是跟我见相应的，所以他一定会起我爱。如果不相应，他就不会。那起我爱，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一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就要知道了。但是，一般因为处是一定会处的。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有可遇不可遇的，啊，就好不好的啦。所以他没有爱证就在这里啊，啊，可遇不可遇的。那么可遇的境界就是跟你相应的，那么你就起贪；不相应的，你就起嗔。啊，所以在这里起贪嗔的时候，阿含经告诉你的就是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啊，那有贪有嗔，啊，你就要修厌离不厌离，啊，如果有贪，你就修厌离；如果有嗔，你就修不厌离。那厌离是什么？厌离就是啊，你不贪不贪不欢喜不赞叹不染着，啊，那不厌离呢？就是你本来就是。不欢喜不赞叹不染着啊，而且会怎么样？而且会厌恶嫌弃鄙薄。那么你也不厌恶，你对于好的境界你不欢喜赞叹染着，这个叫做修厌离，厌离相。那么在 不好的境界，你也不会厌恶嫌弃鄙薄，这个叫做修不厌离啊。那就在这里下手了，就在这里下手。那之后就不会有爱啊，就不会有爱。那如果没有，就会有爱。啊，那你修的那没有彻底，爱程度没那么重，啊，那这个没有办法了，在这里下手，在爱这个地方下手，啊，就要思维它的过患，啊，这个爱就是畏了，畏着了，染着了，起爱染着了，那畏着你知道畏着了，你这个是第一关没有，就在这里，那你畏着了，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思维它的过患，啊，我这样有什么过患？我这样的贪，这样的嗔，有什么的过患？啊，那么你要发愿，发解脱的意愿，要发出离烦恼的意愿，要远离，啊，所以叫做畏患离嘛，啊，就阿含经里面基本上就这样教了，那是这样修，那这样修其实我觉得不难，不难。如果你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久了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一种习惯，那这种习惯就是烦恼一来会来，那你一般是你会起烦恼。
但是时间不会很长，程度不会很重，次数不会很多，因为你会克制烦恼，控制烦恼，调伏烦恼，所以渐渐就变成烦恼不起。本来是起烦恼，很久才调伏，后来起烦恼很快就调伏，后来根本就不起烦恼。烦恼要来之前，你就把它调伏了；烦恼一来之前，你就调伏了。啊，然后后来根本就不会起烦恼。啊，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那你就是这样修啊。那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没有，那就会取，这只取不舍的嘛。啊，所以变成有四种取嘛。那我与取，你一定我见不断，爱取、欲取、五欲贪爱不断。然后你又不知道解决的方法，所以有疑，对四谛没有确认，苦集灭道四谛怎么断烦恼你不知道，怎么调伏烦恼你不知道，刚才讲的这些你都不知道，不知道缘起，不知道四谛，所以你对这个谛四谛有疑，就是你不清楚啊，你用了错误的方法在修学啊，所以叫做借进取。一个就是你知道，但是你没有修。你知道要这样修，但你没有这样修，那也没有啊。第一个就是你不知道这样修，你用了错误的方法修，那也没有，就是你的烦恼就不能断，你的烦恼不能断，就好像你的有病，这个病不能治。第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你生什么病，那你要怎么医？你不知道，我就检查不出来啊。那你知道你生什么病，那你要怎么样？要你知道那个病，那你要知道那个什么药可以治这个病。你知道我是这样生病的，可是你也不知道要吃什么药会好，所以也不会好，你就不知道吃什么药啊。然后这个是疑，就是有疑嘛啊。那你的病就是贪爱跟欲贪跟无明嘛。好，那你对四谛没有确认，你对这个药，那你知道四谛，你知道，可是你的方法是错的啊。就好像你知道要吃这个药，可是你买错药了，很像，但是不是。有一些药看起来很像，外表很像，实际上不是啊。比如说像冬虫夏草啊，很多都长得像冬虫夏草，但你买错了，买那个没有药效的，或是吃错药，或是你认错药，吃错药认错药，你用外道的方法，你用相似佛法，就是这样嘛。那你要解决这个病，你解决不了，那你所以就会有取，相续就取啊，执着不舍就取啊，那取一定会产生有，就生命的未来，生命生死的这个机制又在渐渐形成。那等到这个五蕴生舍掉了，下一个五蕴生就开始。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我爱不断，就回到这里来。它一定会有自体爱，自体爱没办法了啊，这个生命没有办法保存了，那么就会取，就会渴求未来生命，所以那个事就会赶快去又去投胎，又直取无蕴生经又投胎，就这样来的。然后之后又有生死，那生到死之间，一旦生了之后又是无明显，然后如果做人的话又是四明色又开始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天人的话啊，他也是四明色，但是他的明色不是我们母亲里面的那个受精卵，不是，而是他的意识本身就有一生生，他本身就化现一个天色生出来，然后又开始啊，六根六尘又开始这样了啊，那就是。他就是讲你生命的来源，他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对我不对于所谓的爱，那这个就是重担啊。讲到这里来啊，那么有取担，取担，就是你去执取这个担，你怎么执取的？就是像这样啊，这个担呢、啊，这个是未来的重担，这个是现前的重担，是现前的五蕴，未来的五蕴。那你去取，你执取未来的。因为你执取这些现前的境界，那么以五蕴为主执取，那么就有未来的重担，那么就开始这样啊。那所以当然有爱贪喜俱止，比比喜乐啊。然后现有的这个是这个这里讲叫做重担，然后这个未来还会有重担啊，就是现前的身心啊，但未来的生命身心啊，性命啊，身心性命啊，一样。那舍担就舍掉这个了啊。从哪里开始舍呢？所以他一般讲六入处或讲六六法门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地方，从分别我见、分别我执啊，那么不起贪爱下手
啊，然后你这个断，你才能断具生我执啊，啊，要不然没办法啊。然后，所以这里舍大舍就是取跟舍嘛，啊，取就是直取，舍就是弃舍，啊，直取跟弃舍嘛，啊，所以他告诉你要怎么样，因为你取直取这个就是我见我爱啊，所以他告诉你什么如病如庸如刺如杀。啊，所以他常常告诉你啊，那么修厌离如病，啊，那病它是如病如庸，啊，就是肿瘤了，啊，谁身上有挂个肿瘤会欢喜，肿瘤越来越大，想办法要给它治好，要给它割掉，啊，要给它丢掉，啊，如病如庸如刺，身上有病，身上有肿瘤，身上有刺，有一根剑，啊。那么一般这个是剑啊，那刺也是可以啊，就一根剑要把它拔掉。那脑害哦，如杀，如杀气就是脑害，经常脑害我们啊，就是冤结嘛啊。那阿含杂含部派，杂含的翻译是如杀啊，那玄奘的翻译是所谓的脑害啊，一切是地论的啊，那就是脑害，就是它像病，像肿瘤。像箭射在我们身上，病在我们身上，肿瘤在我们身上，箭像刺是箭在我们身上一样，一直让我们受痛苦，恼害我们，伤害我们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他就要叫你这样观，那叫你这样观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是无常的，这个是苦的，这个是苦，无常苦，那苦你就会厌离啊，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啊，那要回到身心本身来修行，不离开身心，你离了身心，那做其他的，他这一些只是要让你冷静理性，要让你安定，有一些大部分的事项上的行为都是要让你安定的，包括打坐也一样啊，那打坐并不能得解脱，但是打坐让你的心安定，心安定心有力量可以得解脱，持戒并不能就得解脱，但是你持戒，你不造杀盗淫妄，没有这个业，那你那个烦恼得到控制，就是控制烦恼嘛。那么你依烦恼比较少的情况下，你比较可以得解脱啊。那像我们研究学问也一样啊，就这个都是有漏的，都还不能得解脱。解脱真正的解脱要会智慧，从有漏会到无漏会，要配合戒，要配合定，定要配合戒。戒要配合什么？要配合正见、正信，所以你要常常正念、正知，就讲的就是这个了，啊，那其他的事项上的，其实都是养成你身心安定。不管你是持咒、诵经、念佛、拜忏，它都有助于你修道，但它不能够就让你得道，但是它是助道，有助于你修道，就助道法，助道法，啊，那。包括你念佛啊，那么念佛、布施、持戒、忍辱这一些全部都是助道法。念佛、念经、念佛、诵经、持咒、拜忏，这个都可以让你的身心安定啊。但是并不是就用这个来解脱，不是的啊。但是它是让你的身心安定，因为你身心没有一个不能安定的话，你就会去造业。啊，那你与其造恶业，倒不如来造善业，啊，那这些其实是一种善业，但是你不能够一直诵经就得解脱，除非你在诵经的时候诵到无常无我，那么你会观要思维，所以诵经是正见而已嘛，还要正思维嘛，你要理解他的道理，啊，要照他的道理去修行啊，比如说他讲跟你讲缘起，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你在处的时候，你遇到境界，你就要这样观。那你没有，你天天就十二缘起，无明缘显，行缘事，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路，六路缘处，处缘受，受缘那缘起，起缘有缘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四灭，四灭则四灭，什么名色灭啊？一直念到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灭，你反复念108遍，你也不能得解脱，你也不能得解脱啊！因为什么？因为你念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样。那遇到境界的时候，你依然是六路处受爱取有，啊，就好像你念心经，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念是这样念，可是遇到境界的时候，色不空，受想行识不空，
那没有办法，那这样没有没有，但是诵经有助于你理解这个道理，因为你至少要闻嘛，闻才能思啊。诵经是闻慧，但闻慧不一定有思慧，思也不一定是如理思维啊。其实是这样，所以你会不如理思维啊。你如果一开始就认为我只要念心经就会有智慧，那就是错的。念心经是增长智慧的一开始而已啊，他还没有得到智慧，所以他是闻慧，闻慧要经过如理思维，思慧，思慧要经过修正啊，就是在很专注的情况下去观那个无我，这是一部分，就是动中修跟静中修。动中修就是你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你要把你所诵的经，比如说缘起啊，比如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当别人骂你的时候，这个是声音，这个是色法。当别人给你不好脸色的时候，这个是色法。好，那你要开始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断掉我执跟法执。你要这样啊？那你没有，你只是念，你只是在静中的时候念这个，而且也没有去思维它的道理，也没有思维它的道理。那你只是反复念，没有办法。那你在静中会思维它的道理，到动中的时候用不上，那也没办法，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动中的。你打坐顶多给你打一天打四个小时，好不好？其他睡觉时间扣掉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是在动中的。你四个小时观无常，其他八个小时都是常，啊，都是热。那这样没办法啊，这样你的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以得到利益。所以他在动中跟静中，啊，就是你动静都要能够这样观。那大部分我们静中比较容易思维，啊，思维无常的道理，思维缘起的道理，思维四谛的道理，啊，你可以观无蕴无我，啊，如病如痈如刺如痧，色如巨沫，受如水泡，想如杨艳，行如芭蕉，事如幻花。你在静中你可以好好这样观。那当然定先有些你观不来，那表示你的心没力量，散乱，调举跟昏沉嘛，调举就散乱嘛，所以你开始要先修什么啊？修安那波那，让你的心没有调举，有力量啊！其实佛法就是这样。那么你观呼吸，观到有力量了，观到得定了，也不能得解脱。你顶多得五神通，你不能得解脱啊。所以它重点就是那个慧，重点就是那个慧啊。所以戒定慧重点是慧在得解脱，可是慧没有定，有漏慧不能成无漏慧。定没有戒，定不成就，很难成就，会有忧悔，心会有忧悔。这七车经就讲这个东西啊，啊，就一车换过一车啊，从正信，然后慢慢这样啊。所以你这些都是助道法啊，但是真正能够让你正道的，基本上就是智慧。那所以所有的功德都在培养这个智慧。那你身心不安定，你智慧不能现起啊，啊，所以这种东西是。他告诉你重担、取担、舍担，要舍就三爱，啊，那其实三爱就是这个，啊，自我爱啊，喜贪忌行啊，比比喜乐，啊，或者叫四爱啊，这里是三爱永断无语，啊，那基本上讲，如果我们讲就是欲贪、色贪、无色贪，啊，就三界的爱啊，那色贪、无色贪，你在禅定，你执着这个禅定的身心喜乐。寻是喜乐一心嘛，啊，三禅大乐，四禅虽然舍，它也是有那种极尽受，到无色界那个极尽受更强，那个更殊胜。你贪着了，你贪着了，你贪着色界的，你就升到色界；三着无色界，你就升到无色界。你不贪五欲，不贪五欲是不贪五欲，可是你贪着的是色界的贪安，色界的清安喜乐，禅定的享受，那还是。你对于禅定的贪爱一样啊，你会让你升到色界啊。那么色贪不断啊，你可以先断欲贪，但是你欲贪断掉，你色贪以后也会断。但是你欲贪不断，你色贪只是浮欲贪而已。所以当你从色界下来的时候，你欲贪还会升起，你欲贪还会升起，因为没有断啊。所以色界跟无色界的天人到欲界来，一样会有欲贪。啊，其实是这样的，但是他虽然比较不染着无欲，但是他还一样有欲贪，因为他没有断啊。那断者就是人啊，这个是杂含七十三经里面说的。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后面讲啊，那么这个气淡能淡啊，先讲气淡啊，然后讲能淡。好，那么就是啊，那能够证得无我啊，就我们刚才讲啊，这个叫做气淡啊。那五受因就是重担。好，那么能淡，佛法中啊，这个气淡没有啊，这个特别解释啊，就是五去掉五蕴了啊。好，那么能淡啊，就是佛法中两种功德淡因淡，一自利益，二利益他。啊，自益利跟他益利，其实利益能够自利利他了，自利诸漏尽。不悔解脱等诸功德，是名自利益啊。那这翻译的问题啊，你看，大家后面就写自利益，前面写自益利啊，那其实就是自利益啊，能自利益，能利益他。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信戒舍定位啊，那这个叫做信戒，这个舍就是施啊，信戒惭愧啊，舍定位。闻舍慧啊，有时候讲七圣才进信戒惭愧闻舍慧，或信这里讲信戒施啊定位啊，这五种啊，这个舍就是施啊，那能与他人啊，不是说就给别人啊，不是说这样回向给你啊，不是，而是能够自作教他做啊，那么你相信佛法，那么你引导别人也相信佛法。啊，对佛法有信心，你持戒，哎，教别人持戒，啊，然后你布施，教别人布施，你修定，教别人怎么修定，你有智慧，那么教别人怎么样修智慧，怎么样有智慧啊？这些就是能与他人啊，你不要误会。那最初的回向意思就是这样，回此向彼，就是把你有的，你怎么样得到了？就比如说你生了病，你吃什么药好的？你并不是说哦，那我把我病愈的功德回向给你，让你不用吃药病就会好，不是的啊，而是我告诉你，我这个病跟你一样，那我是这样吃好的，我是吃这个药吃多久，那这样把病治好的，那么告诉你，这个叫做回向啊。那么那后来我们的回向就变成啊，我的病好了，那好，那你把名字告诉我啊，那么我回去把我病好的这种功德回向给你，让你的病也好。没有了，哪有可能这样？好，好，所以能与他人啊，也能够啊，把你的就是你告诉别人啊，怎么修行啊，那对佛告诉别人佛法的好处、持戒的好处、布施的好处、修定的好处啊，听闻经典啊的好处，那么让别人也可以啊，跟着你一样啊，就好像你口渴，那么你去哪里喝到水？你告诉别人在哪里哪里有水，你只要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走多久，那里就有水啊。那你可以去拿水回来啊，并不是啊，我去喝了解渴了。好，你口渴，我把我解渴的功德回向给你，你就不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好像都是这样啊，就是要理清楚。好，所以啊，那他这个叫做能与他人，是名利益他，是诸阿罗汉自淡他淡能淡啊。那么自淡能够取淡，能够舍淡，自淡能够舍淡，他淡能淡啊，就是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无蕴身心，你可以引导他如何舍淡啊。那自己，那这里的自淡基本上是自利益啊，那自利益一定不离开啊，断我见我爱，断烦恼啊，那一定是舍淡的了啊。但是就是自己能够利益，那别人也能够利益他，自利益能够利益，那叫做能淡啊。好，那得无漏根利觉道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个都是助道法，能荷担如佛法啊大事啊，担荷荷担啊，这荷担如来家业啊，我们常常讲啊，譬如大牛壮力啊，非常有力量啊，很强壮有力量，能扶重载啊，能够拉很重的东西啊，此诸阿罗汉亦如是。得无漏的根力觉道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啊，这个都是啊，从有漏到无漏的次第啊。那么信净念定位，这个是五根五力啊。
念责法清净喜清安定舍，啊，念责法清净喜清安定舍，这个是七觉支，啊，那八正道啊，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那么不同的人修不同的法。那么如果从五根五力来讲，是从外道进入佛教，第一个要具正性，啊，然后叫做所谓以性为首，性净念定位。那么已经是佛弟子了，而且是出家弟子了，啊，那么就修七觉支，从四念处开始修。那个是已经是出家弟子了，啊，那么就从四念处开始修。如果是在家出家通说的，那个就从正见开始说，啊，世间正见、出世间正见，就八正道，啊，那完整的说是八正道，啊，那在家的基本上是五根五力开始，从正性开始，啊，那出家的那么已经有正性、已经有正见了，就直接修四念处，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这直接这样，而且也有戒了，啊，他就不特别在信戒这边，那只告诉他要怎么样努力啊，修定修慧啊，所以就是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舍啊，就修这个了。好，那完整的说啊，那么佛弟子就是八正道啊。好，那么所以能担佛法大事担啊，就佛法大事能荷担如来家业了，就讲的这个啊。是故诸阿罗汉名能担啊，像舍利弗、目犍连就很明显的。啊，那么在佛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么戴德己力啊，因何名己力？因何非己力啊？行善行诸善法名为己力啊，诸于非法名非己力啊。得信戒舍定慧等功德，胜一切财宝啊。那就是一切财宝胜故啊，今世后世常得乐故，能到甘露城。甘露城就是不死城了。啊，那其实就是到涅槃城啊，甘露城就是涅槃城，以是三因缘故名己力啊。那么这个三因缘啊，就是他这里说的啊，就是这个得到一切诸功德啊，那么今世后世啊，得到一切的这个乐啊、财宝胜啊，那么这些。诸功德就是一切财宝胜，然后今世后世得乐，啊，然后能到涅槃城，啊，那这三因缘，故名极乐，啊，所以像信品中，啊，这个信品他就有引用《法句经》的，啊，那但是他这个他说梵文里面，啊，那么有就是梵文的《法句经》有这一颂，啊，有这一个颂文。好，那这个是引用法句经的信品啊，信品。那法句经叫做等信品，等信品。如果你查没有我们的法句经，基本上叫等信品。啊，它下面是写信品。啊，在等信品里面啊，有这一个颂。啊，那或者叫做笃信品。啊，他是这样的啊，我把这个写出来啊，《法句经》里面，他或者叫做笃信品，笃信品，我们写在这里好了。嗯，这个等一下要讲，好，写在这里，笃信品，用不同的词哈。这个记在《法句经》里面，他是这么说啊，他叫做笃信品啊，他其实叫笃信品，他有时候叫等信品，笃信品。出药经跟法句经都一样啊，就是都是笃信品。法句经文也一样啊。好，因为他这里写引用法句经的嘛啊，世人若能得信位，是宝最第一，诸于是财力不及，是法宝啊。那笃信品他是彼方势力，会信为止啊。他说彼方势力，世间的利益呢，就有如世间的利益啊，那么出世间的利益是以智慧跟信心啊，慧信为智啊。他这个这里啊，若人得信慧，是宝最第一啊，啊，应该是为最吧啊。那么是财善宝。他原文是这样的啊，是财啊，这种财是最上的，
家产非常，那一般我们拥有的这一些世间的财物，其实是五家共有的啊，非常。那么这一些出世间的功德啊，才是坚固不坏的啊。那么这个是这里引用这个偈的法句经的偈了。好，那我们知道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大智论写的还也是比较清楚，那是罗什翻译的比较清楚。若人得信位，是宝最第一。诸以是财力，不及是法宝。啊，看起来比这个比方是利慧性为智，是财善宝，家产非常更清楚一点。好，那简单讲啊，这里是在说明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利益啊，超越一切的世间。好，那他说，复次，若人今世得乐，后世得乐，及涅槃常乐，就这三个啊，今世得乐啊，后世得乐啊，那么涅槃常乐，是名吉利，于非吉利，如偈说啊，世之种种无道法，与诸禽兽等无异，当求正智要道法，得脱老死入涅槃啊。那这个他也没有说是引用到哪里的啊。好，那再看啊。他说：“八正道及沙门果，是名诸阿罗汉吉利，是五千阿罗汉得道吉果，二世俱得，故名吉利。”啊，啊，你看，单单一个戴德吉利，他都解释那么多，一开始都解释的很多了啊，就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去解释啊，啊，真的这样解释，要把大智论全部解释完，我看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到后面就省略，后面一开始是非常详细，后面就没那么详细，而且。即使这样详细，罗什已经把它简略了啊，就是他原文有一些他已经省略掉了。我们看那个他在翻前面在讲到圣论的这个地方，他有很多省略掉了啊。那所以罗什已经有把部分省略掉了。好，他要讲啊，所以这个叫做戴德吉利。好，那解释近诸有节，那有三种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啊。什么叫做欲有？欲界系业取因缘，后世人生意识业报，是名欲有啊。就欲界系啊，就是欲界的烦恼了。欲界的烦恼业的因缘啊，只取这个欲界烦恼啊，欲界烦恼这个业的因缘，然后能够让你啊，那么能够让你。这个不断的生死轮回，色有无色有也是这样，有就是一种存在啊，三有四有啊，三有就是这个欲有色有无色有啊，然后四有啊是有不特殊的啊，在本有实有中有啊，那么就本有这个现在这个身心是本有啊，那么生有出生的时候那一刹那，死的时候那一刹那，生有实有。生到死到生中间中有啊，这个是有部特说的，有四有啊。那其他的部派不一定承认有中有，中有就是中阴身的啊。那九有啊，四生九有啊，这九会把众生分成九类啊。那么二十五有啊，分二十五类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有是一种存在，存有好劫啊，近诸有劫啊，它这个有跟劫啊。那么劫劫净者，劫有九劫啊，劫有很多种啊，三劫、六劫、九劫、九十八劫啊。那你看，爱、慧、慢、痴、疑、见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六水免，就是这六个。那六水免，六水免再加上取、迁、集，就是九劫。那这个见劫里面又把它分开来啊，分开来。就变成身边邪境界啊，就五见，这个见解就变成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尽取见啊。那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这五个，那前面六个就是六劫啊，也叫做六水免啊。那六劫再加上三劫啊，取、忌、迁啊，迁贪、嫉妒啊，那就变成九劫啊。那这个是这样的，好，那劫就是戏缚，让你不出生死的，啊，好，那如果
这个我们看啊，是结，结死见啊，结跟死其实它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是在形容烦恼。结，结是戏服，死是，死是让你不能出生死啊，所以有时候讲九结十死，九十八结八十八死啊，那是有见啊，有是一种果报。那么结死是因啊，就是烦恼，依烦恼那成就这个有这个果啊，然后所以烦恼跟业啊，那么才有生死，这个有应生啊，所以叫业报生。那所以苦是这个有，苦就是这个有，三有都苦。那么这个有从哪里来啊？这个苦因是什么？就是业，业因是什么？是烦恼。烦恼因是什么？烦恼因是爱，爱的原因是什么？是无明，是无明贪爱啊，就跟讲到根本就是这样了。好。那么是结死见即有，是有见即结死，是故名有结见。好，就是烦恼见了就不再出生啊。那么这个不再出生了，就不会有再有烦恼了啊。那么有见即结死啊。好，应论生论，阿罗汉未入，未入无余涅槃，何以说诸有见？好，那么诸阿罗汉结死应有见。得一切烦恼离故，就断一切烦恼。有不应尽，何以故？阿罗汉未灭度子啊。好，就是这个叫做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差别了啊。那么阿罗汉还没有入无余涅槃啊，但这个时候他还有什么？还有眼、耳、鼻、舌、身、意，还有色、声、香、味、触、法啊。那么所以五众，五众就是五蕴啊。那罗什都翻五众。啊，那这个求那巴陀罗翻五蕴啊，五蕴，五蕴，五受蕴，五取蕴啊。那玄奘翻五蕴，求那巴陀罗翻五蕴啊。那五众五蕴五蕴啊，那这里罗什都翻五众比较多啊，五众。那么五众就是五蕴，十二路啊，就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内六路外六路。啊，加起来就是十二路，十八尺啊，十八尺就十八界啊，那也是叫十八路啊，十八尺，一般就是五蕴蕴处界了啊，蕴处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十八界就是那么十二路，十二路啊，十二处再加上六四啊，就变成十八界，诸有成就故啊，就是会有这样的身心状态啊，那么。这个是问的啦啊，因为这个还没进吗？还有有吗？因为这个就是有啊，这个就是有啊。那有你说怎么它怎么会是啊？这个有进呢啊，进诸有结，这个有也没有啊。那他说无所妨是果中说因。好，在讲到果中说因了 啊，就我们在怎么样讲到五事里面，先讲啊。他说如佛语，谈月思时时于五事，就是于五事就是得了得到。五种果报，善的果报，命色利乐善。好，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看他的注解101啊，101要翻过去看才知道啊。那么善等于变啊，这是宫本的，宫本的善等于变啊。但是其实这个善也不是变啊，它应该是这样啊。等一下我们先来看啊，先来看这个啊。它其实有很多种说法啊，像长阿含长得又不一样啊，等一下再来讲。先讲诚实论的啊，那么这里是因为它这里在说因中说果啊，这个是因中说果，这个是果中说因，这个是果中说因啊。那好，那但是诚实论这里啊，他说这个啊有因中说果。有果中说因，我看一下陈实论写在哪里啊？这个是陈实论写的是果中说因中果中说因，有因中说果论本啊。那么好，那他这里讲的是因中说果啊。那说如说思死，则与五事啊。这个跟这个自论讲的一样，但自论讲的是。啊，是果中说因啊，必不能于五事啊。
好，后面啊，那么也讲到十百斤这种啊，这种很多都有引用。好，好，那我们先来看，他讲先讲这个五事，先解决这个五事这个善的问题啊。他说有道命色利乐变啊，通常是这五个，但不一定都讲这五个，不一定都讲这五个。那通常是这五个，如果照这五个，因为很多经都是讲这五个啊，你去查的话，很多经都是讲啊色。这个命色利乐变，所以宫本会直接把它改成变，但其实不是啊。如果依大智论的说法，它这个善跟变差那么多啊，它所以它基本上不是变啊。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啊，为首家长者说业报差别经啊，他说不施饮食啊，就施食啊，命色利啊，那这个也是变。啊，然后得无所谓啊，为众情养啊，众人爱乐，巨大福报，命中升天，速证涅槃。好，那么他有这个为众情养，众人爱乐。那分别业报差别经啊，也是一样，寿命延长啊，他讲的更详细啊。命就是寿命延长，色就是形色圆满啊，力就是肢解多力，强壮啊。啊，那么有记忆不忘啊，那么智慧辩才这个，然后众睹欢喜啊，就讲到这个睹了。啊，那么风烛珍宝，人天自在，命中升天，速证涅槃。好，那再讲到十住的菩萨立愿施食得食，令我得五事报啊，跟大智论讲的一样啊，寿命啊，得这个胆，它是月字旁的啊，那得热得力得色啊，那这个并不是变啊，这个一般的五事里面就是变啊，但是大智论里面这个得善啊，我们再来看。大智里面是这个善，但是在卷十二是这个啊，这个瞻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就是得善名誉，为人敬仰啊，那就是这里的应该就是瞻木字旁啊，瞻就是瞻望啊，这善名誉啊，有善名誉，为人敬仰，那就是这里的众睹欢喜，众睹欢喜，或是这里的啊，为众敬仰，众人爱乐，这两个合在一起了 啊，那应该是这样。所以因为他卷十二啊，卷十二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八百啊，就因为这里有到卷十二刚好啊，我看在哪里啊，在339页，我们看一下339页最后面啊，卷十二最后面339页，好，339页啊，倒数就是已经最后面了，最后面一页，339页啊，你看那个瞻善啊，他也有讲啊，339页啊，若人最后一行啊，339页啊，不思饮食得利色命乐啊，然后有这个瞻啊，然后这个瞻其实就是瞻望啊，那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啊，那么这个为众敬仰啊，为众敬仰啊，就得到为人瞻望啊，善名誉为人敬仰啊啊，这那所以这样来讲的话，这个应该是瞻啊，因为他后面也是一样引这个文，但是他写瞻啊，所以这个善应该是瞻，要让他改过来啊，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了，这个善是瞻。那瞻是因为你去查的话，五事的话基本上都是变财，但是有些不一定讲变财啊，有些是讲啊为众敬仰啊，那么这个是比得善名誉，比如说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比如说长阿含啊，长阿含也是一样啊，把这个擦掉。长阿含也是有为众敬仰这个，他不一定举五事啊。长阿含在讲到啊，讲到纯陀供养啊，纯陀最后供养佛陀，不是拉肚子要入涅槃吗？所以有些人就责怪纯陀啊，佛陀就说不会啊，纯陀的供养跟苏迦帝是佛陀吃了他的供养之后去成道了，成佛了。那纯陀是佛陀吃了他的供养之后要入涅槃了，所以有人就说纯陀的供养一点功德都没有
佛陀就说不要这样说，纯德的供养等同苏迦帝的供养，就牧羊女的供养了啊。然后他就开始讲啊，长安喊，而且长安呢，长安喊啊，长安喊里面啊说到啊长安喊卷三啊，所以我们只是要解释这个，解决这个字的问题了啊。长安喊里面纯陀最后供养，他说为祸大利，就纯陀的供养啊，就纯陀的供养，周那有时候叫纯陀供养。为祸大利，就是也得到大利益。你不要说他这样供养让佛入涅槃没有功德，不是啊？那为祸大利啊，哪些大利呢？一啊，得寿命。他没有讲五个，他讲六个啊，得寿命。第二个啊，得色。圆满的这个身色啊，得色。第三个，得善名誉。你看，这个就是善名誉。这个瞻啊，这个瞻啊，得善名誉，为人敬仰啊，得善名誉。然后第四个啊，身多财宝。啊，没有，第三个得利，第三个得色得利，得色，第三个得利，第三个得利，第四个才得善名誉，第五个，他总共讲六个，啊，第五个身多财宝，啊，第六个，啊，死得升天。第六个死得升天，所欲自然啊！第六个死得升天，啊，那么讲了六个，那一样，他有得善名誉这个，啊，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啊，他应该是就是错字啊，很明显的这个是错字，他改一下啊，然后因为你参考卷十二，跟参考其他的经典来看，你就知道这个是错字。就好像我们看前面那个六个烦恼，那个焦应该是错的啊，因为贪嗔痴慢疑啊，那么它应该是那个上下文对照啊，你可以发现那应该是个错字。那这里的善也是一样啊，那宫本把它叫做变啊，其实变是因为他看到其他的都是讲，因为其他的经典很多都是讲啊变啊，但是这里明显的不是讲变。是讲这个瞻啊，就是为人瞻望啊，就是为人敬仰啊。那有善名称为人敬仰啊，讲这个事。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得五事，然后讲到因中说果啊，这里讲果中说因。那么它底下有很多果中说因跟因中说果的啊，确实这一部分非常多。那诚实论里面也很多探讨所谓因中说果，所谓果中说因啊。那么这里是讲，但是这个跟大智论不太一样啊。他这里啊，他说这个是果中说因啊。比如说这里来讲啊，施食于五事啊，这个是因中说果，这个是因中说果。那果中说因呢啊，这样把这擦掉了，果中说因。他说果中说因是又有果中说因啊，又有果中说因。佛言我应受数业，过去的业啊，要受过去的业啊，比如佛有九罪报啊，未受业果，但是佛已经不再造业了 啊，但是受果中说因，就他这个业报是过去的烦恼做的啊，未受业果。
这个是诚实论里面在讲因中收果跟果中收因的啊。那大智论里面这里说到啊，我们先来看啊，先来看这个啊，它底下啊印了很多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我曾经也仔细看了一下啊，那么这个里面有很多因中收果及果中收因的啊。那但是我们简单讲啊，就是因中收果跟果中收因讲一下啊，就什么是因中收果，什么是果中收因啊。他说因中收果，他说如纤维，如纤维即是衣服。说纤维，纤维是因，纤维是因啊，即是衣服，衣服是果，这个是因。因为衣服是一只一只的，很多的纤维交织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因，这个是果。那讲纤维即是衣服，就是因中说果啊，即是因中说果啊。好，那这个是，这个是因中说果。那如果是果中说因啊，衣服即是纤维啊，就简单讲果中说因啊，这个是，这个就是纤维啊，果中说因啊，这件衣服其实就是纤维。这是什么样的纤维啊？衣服即是纤维啊，就简单讲，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因中说果，什么是果中说因，即是纤维。啊，有很多的啊，那么这个是果中说因，果中说因。好，那这个是因中说果及果中说因的简单的啊，简单的说法。或者叫做泥即是品啊，比如说泥啊，泥，或者叫做泥，泥是因，品是果啊，泥即是品，或品即是泥啊，就土做的啊，那么一样，或者品即是泥，人即是石，或者叫他说人即是石啊，那么也是啊，果中收因啊，人就是要吃啊。好，那大概我们简单先讲一下这个啊，就是因中收果跟果中收因的一个差别。那龙树在这里说到啊，这个得五事果报啊，那就是像诚实论讲啊，它并不是说啊，我们先看这个大智度论的大智论说，谈乐施死时得五事，食不能避于五事。就是你不施饮食啊，施食，所以施食不能避于五事，就是你当你施食的时候不施饮食，这个简略掉了啊，不能变说你吃啊，不是不施饮食，谈乐施食就是不施饮食。那你不施饮食的时候不能够啊，那么于五事就是不能够得到这个五种果报，不是当下得的，为什么？未来才得的，你未来才会得，有这个因。等到你未来的时候，你出生的时候，你会什么啊？你会寿命长啊？因为他有讲啊，为什么会寿命长啊？因为那个人没有吃饭就要死了，那你给他饭，延长他的寿命，所以你这个饭就因为你的饭延长了他的寿命，所以你就会寿命延长。这个人很虚弱啊，看起来体弱多病啊，没有颜色，你给他一种饭，他开始有气色，像佛陀六年苦行啊。那么非常的虚弱，这个苏嘉帝给他的羊乳粥就恢复气色有力量，就去成道了啊。所以这个会，你让他的颜色光润啊，那让他有力量啊，让他快乐啊。那么这一些，那么所以你未来也会得到相同的果报。那这个是从你现在做的是因，那未来会得果来说的啊。所以他，但是他这里讲啊，是果中说因啊，那。基本上如果从诚实论的说法来讲啊，就是说他是在说那个因，就是他意思是说你这个是在讲你未来会得到的，未来才是果，
未来就是果。那未来会得到，是因为你这一生有做这些事，它是果中收因，它是这样讲。那诚实论是说，你它是讲因中收果，就是你现在做这些事，你未来会得到这样的果报。那所以他讲的不一样，因果中收因跟因中收果。那么他大致的意思，如果是果中收因，如果他没有写错的话，那果中收因他说的就是你现在说会得到这个果报，那是未来你会得到这果报，那是因为你现在，那是指你未来的果。未来的果是因为你现在有这个布施，比如说你布施让他可以续命，那你就寿命延长。那你布施他还没死，但是因为他很体弱多病，你布施让他变成健康，饮食让他有气力变成健康，那你以后就容易得健康有气力。所以他说这个叫做果中收因，现在是因，现在你做的这个是因，那会导致未来的果啊。那所以他说有人大得饮食而死，有人得少许食而活。食为五事因，就是布施饮食啊，布施饮食是五事因啊。那么他因为食，那么才有这样的命。所以佛言施食得五事啊，所以啊讲这个，他讲说果中收因啊。那个诚实论是说这是因中收果，那其实可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个概念。好，那就是就果来说这个是因，就未来的果来说这个是因，那么就因来说这个还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是未来才会成果的啦。那他举了一个偈，断食死无饮啊，断食不是现在我们的断食，而是他没有饮食可以吃了啊，啊就都没有得吃，他就必死无饮啊。因为人去研究了啊，七天没有吃啊，他可能就容易死了。但是有一些瑜伽者、苦行者，他可以很久没有吃啊，那么其实也不会死。那么道家的饮食基本上有时候是气，有时候是我们说日月精华气是可以的啊，就是它，因为我们的饮食只是要让我们转换能量啊，我们要靠这个饮食转换能量。但是它如果不需要靠饮食，它依这个气啊，依这个种种其他的，那么它就好像汽车要靠汽油，但是有些汽车也不一定要靠汽油啊，就是你那个引擎的问题而已啊。啊，它会有能量。那印度有一些瑜伽者，他也没有吃。中国有一些修道的仙家，他也不吃，啊，就是不食人间烟火，啊，那他可能就是饮露水啦，或是他服食，就是有一些啦，有一些他可能有其他的方法，然后让他的生命也不会，啊，就是他有能量进来，但是他不需要靠饮食转换能量。我们的饮食是你透过这种机制转换成能量啊，其实是这样的。那所以断食死无饮，那一对对一般的人来讲啊，那没有的吃，他最终就要死啊。那么死者啊，就还没有一定死啊。但是他不管你有没有吃，你最后终究会死。但是你现在吃，你就还不会死啊，就是你可以延续的，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你吃错了也会死啊。你有吃，也有可能死，因为你吃到毒，吃到不对的地方，你也会死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得吃，那你是必死。那但是其实有得吃就不一定，就不一定，死未定啊，就不一定死。但是不是有得吃就不会死哦，吃太多也会死，吃太多也会死，没有得完全没得吃也会死，吃错了也会死啊，中毒啊。以是故佛说施食得五事啊，这里讲就是啊，得五事是从因，就是这个这里讲啊，是果中收因，就是你会得到这五种果报。那这五种果报其实是从你现在，其实还不完全是五种都得，不是，因为你让这个人，因为你的饭让他不死，那么你就会得寿命延长的果报，因为你延长了他的寿命，那么你增长了他的气力啊，类似像这样啊。好，那么亦如人食百斤食，百斤斤斤不可食。啊，那一样啊，他这里都在说这个果中说因啊。那么这个自论卷三十也这么讲啊，以因说果，他是以因说果，
以因说果，如言啊，月食千两金，啊，金不可食，以金得食。好，啊，他这里又讲到以金以因说果。好，啊，我们要对照看的啊，《治论》卷三十，啊，这个在第二册了啊，但是我们就对照这个看，啊，他常常引用。这个在第二册里面啊，卷三十，他说：“或食以因说果，啊，以因说果啊，就是这里讲的因中说果啊。但是他这里讲是果中说因啊，果中说因啊。然后我们看。”那以因说果啊，他可能就是说果中说因了啊，果中说因，那以因说果啊，这可能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来讲啊，如人食百斤金，金不可食，金是食因，故云食金。那跟这个以因说果啊，那这里是果中说因哦啊，所以我们把它看果中说因。啊，所以它这两个名词应该是一样的。或食以因说果，《治论》卷三十，啊，然后他说如言，啊，比如说有人这样说，啊，月食千两金，啊，一个月吃掉千两金，啊，吃掉一个月吃掉一千块，啊，那钱吃一千块又不会饱，不是吃一千块，啊，月食千两金。啊，这个是卷三十的，月食千两金，啊，金不可食，啊，金不可食，以金得食，啊，所以他说这个是以因说果，啊，所以以因说果，啊，这里叫做果中说因，啊，其实是这样。那所以这两个，因为卷三十他就这样写嘛，所以不然你会混掉，你会以为到底是因中说果还是果中说因啊？好，那么这个跟这里来对照啊，它是一月食千两金，那人食百斤金，金不可食，金是食因，故云食金啊，那么一样啊，也一样啊，道理是一样的。好，那有很多啊。或食啊，他后面又讲啊，《治论》卷三十一样，或食以果说因，这个是以因说果，以因说果，或食以果说因啊，大家回去如果有的话，就看第二册里面就有或食以果说因。他举的一个例子啊，是说如言啊，那么见好话，言是好手，见好话。这个话已经是形成了啊，见好话，言是好手啊，这个话哇，他这个手法好啊，好手，言是好手。那因为好手才画出这个好话啊，所以他说这个叫做以果说因啊。那么这个手挥是画，见尽妙故，言手好。啊，手挥是画，手不是画。啊，手挥是画，那么见画妙故，看见这个画画得好，就讲那是好手。啊，言手好，言这个是好手。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以果说因。好。那后面又有讲引一个啊，就引另外一个啊，好，我们把这个擦掉。女人借垢，讲到这个啊，又说女人为借垢啊，就持戒的垢了，持戒的污垢，那个是对男众说的。如果对男众说。如果对女众说，那男人为借垢，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说，女人为借垢是借垢因故，言女人为借垢啊。所以这个也是啊，
所以以因说以果说因叫做因中说果，以果说因又叫做因中说果了。那果中说因呢、啊？果中说因啊，那么或叫做以果说因啊。那么这里大智论叫做以因说果，以因说果叫做果中说因啊，就是你要把这个弄起来，就是说以因说果就是果中说因啊，以因说果就是果中说因啊。那么这样才不会乱啊！我们看到，如果下一次我们讲到卷三十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曾经有这样讲过。好，那么诚实论也有啊，他引的跟诚实论引的都一样啊。比如说诚实论，刚才我们有讲那个，然后诚实论卷二一样有写啊。我们也来看啊，就是对照看的诚实论卷二啊，他也讲，他说经说女人为垢。那么实非垢也，是贪着的啊。这个在经论里面就有讲啊，他只是针对啊，针对男众这样说的，是贪着，是你会贪着才有垢啊啊。所以眼跟色是眼系色还是色系眼？不是，中间的欲贪。舍利弗跟摩诃俱胝罗的对答啊，就讲这个一样道理啊，是贪着等，这是贪爱啊。那么是贪着等烦恼，是贪着等等烦恼为垢因故。啊，故名垢，名为垢。啊，所以讲女人啊，才叫做垢啊。对女人讲，男人就是垢啊，一样的道理。又说五尘名欲啊，又说五欲五尘，色身香味触名欲叫做五欲。那五尘不一定是五欲啊，佛看到的五尘跟我们的五尘一样，但是我们的五尘是五欲，佛的五尘不是五欲啊。那阿罗汉的五尘也不是五欲啊，那是对凡夫说的，有贪爱的凡夫讲。啊，那么叫做五欲，实非欲也。啊，那么对其他的众生也不一定啊。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珍珠、黄金啊，那我们就会有贪爱心。可是，一只老鼠看到珍珠、黄金，还不如看到一颗花生的欢喜啊。那么，他对那个完全没兴趣，他对花生有贪爱心啊。那个苍蝇看到大便啊，欢喜。人看到大便不欢喜，啊，因为那个就是它可以产卵的地方，啊，那所以那么每一个众生的那个贪爱执着点不一样，那这些只是境界，啊，那么所以叫做境缘无好丑嘛，好丑在于心啊，那也是这样。那他在这讲这个啊，就是说有些是就是从果中说因呢 啊，就是你看了这个会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跟你讲这个是烦恼啊。那个叫做果中说因，好，那啊，在到哪里看到？看到在这里写错了啊。那所以又称五尘为实非欲也啊，人生欲故，名之为欲。人生欲故，能够生欲，名之为欲。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了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聚首论里面啊就有类似讲这个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啊，啊根据这个女人借构这个来说啊，比如说啊聚首论里面啊卷八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偈啊，四诸妙境非真欲。真欲为人分别贪。那么这在安经里面也有这个例子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那么年轻看着一个女众非常漂亮，生起了贪爱啊，然后就去找阿难啊。阿难就跟他讲啊，那个就是非做记非常有名的比丘啊。那么阿难就跟他讲啊，欲我之奴本，亦以思想生啊，就是其实啊，是因为你想，你贪爱想才有的啊，我不思想则奴为不有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啊。
四诸妙境非真欲，真欲未能分别贪。因起分别啊，而起贪爱，执着这个贪爱，啊，就是这个就是你的分别我见，然后起对境界起贪爱，妙境如本啊，住世间啊，世间这一些五欲境界啊，那是因为你执取它贪爱，那才有。如果你不执取它，它其实。他没有什么贪不贪的，没有什么够不够的啊啊，那也不是欲啊，它不是欲，欲是你内心啊的执取啊。妙境如本，妙就是微妙的，妙色身香味触，这个妙境就是微妙的色身香味触，微妙五尘，色身妙色妙身妙香妙味妙触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智者于中以除欲。有智慧的人并不会懒惰，啊，智者于中以除欲。这个是在讲啊，女人为戒垢这件事。那我们说，这当然是对男人说的了，因为比丘比较多嘛。那么这个又是比丘结集的，如果是比丘尼结集的，那可能就会讲到啊，男人为戒垢这一部分的啊。那当然啊，那有些对比丘尼讲的，有一些也有放进来啊，但并不是很多。那另外啊，像《杂含》里面啊，这个讲到啊，里面讲到舍利弗跟摩诃俱胝罗啊，就是我的眼睛看到这个色啊，那到底是眼睛去执着这个色尘，还是色尘来让我的眼睛执着？他说不是，执着的是你那个贪心啊，那么也是一样。好，那所以他这里都在讲以因说果。以因说果就是果中说因啊，因为他这里的意思他是这样，是果中说因，就是以因说果啊。那这个是第三个譬喻啊，女人为戒垢。那我们把这个譬喻讲完啊，第四个，人从高处堕必死欲啊，如人从高处堕未至地，言此人死，虽未死知必死故啊，言此人死。啊，就现在还没死，但是未来一定会死，啊，那么也是以因说果，啊，果中说因，啊，这里都在讲以因说果，果中说因。好，那么如是诸阿罗汉结识已尽，知有必当尽，啊，就是现在还没尽，但未来一定会尽，啊，一样啊，那所以叫做有结尽，这个是以因说果，果中说因，所以。无过，没有过失啊！好，那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解释这个东西啊。那因为他引用很多啊，那这里的问题主要是啊，于五事这个善啊，那么应该是沾，应该是沾，因为卷十二就写沾。那沾是得善名誉，为人敬仰。那所以，那这个如果你只是看于五事，五事通常后面是变啊，但是也不一定是变啊，它有六事。啊，有十事啊，里面就有啊，这个得善名誉，为人敬仰，所以这个善很明显是个错字啊，很明显是个错字。好，那这样大概就是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因中说果，果中说因的问题。那其实他这里的果中说因就是以因说果。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哎呀，这个掉下来。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